这场选举还没有决定哦，还在变化当中，还在变化当中。所以最后登记的会有几组，现在没有一个人说得准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做最好的准备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因为客家乡亲在台北市啊有45万人，大概占台北市人口的17.6%啊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大家住在一起的话，已经可以决定一席立委了，绝对没有问题。可是因为分开来，可以决定更多席的立委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每一区都差一点点。目前啊，正在激战当中啊。如果我们客家乡亲都能够分别给在场各位立委帮忙啊，台湾话哈、啊、有一句话叫做“提庆桃”啦，啊，差小块，那么力量加加的，我们的力量加上去就过关的啦。大家说是不是？大家说是不是？啊，像好比我们内湖南港的高嘉瑜委员哈、啊，我们给他支持，热烈支持哈、啊，给他热烈支持哈。啊另外还有大安区的苗博雅啊委员哇，还有许淑华哈，信义南松山哈，信义南松山，还有谢佩芬哈，哇，这个是啊，他高雄庆哈，中山北松山哈，另外还有文山区的王敏生哈，文山南中正。另外还有万华的吴佩益委员，万华，目前每一席啊都在激战当中啊。